什么情况啊？中了人了？不是我们中的。刚才人打喇叭了是吧？是啊。又不是我们撞的，怎么搞？撞到没有？是不是他自己撞来的？老头，老头，完蛋了！今天我大款的意思，遇到这种事倒霉死了。对呀、啊，要不管了吧？啊？怎么搞？要不要送去医院？那里也行。啊？还是不要送了，咱们等一下送不送？晦气呀！就是啊，我们接亲的时辰都要到了。不送，我良心过不去的不？但是你要着急去结婚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就接新娘子。不送了。就是啊，把他扔到那边去。放一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快快，快，来那边。哎，哎呦，有点重啊，这老人。几个人抬不动。哎呀，某天某药啊，你不要有事哦。对，阿弥陀佛。还有气，还有气哦！快快快点，快点了！快点走啊！我们快点，没有人。大伯。这么冷的天睡在这里啊！哎呀，还有气，有人吗？大伯，哎，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完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刚才一辆车过来，到面前是。打个喇叭啥死亡了，心脏有点问题。心脏有问题啊？啊，我以为你大白天这么冷在这里睡觉。没有。哎呀，完了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拿个东西过来。哎呀，哎，这是结婚用的东西啊。啊。哎呀，刚好正市场买的，我女儿今天结婚。哦，你女儿今天结婚了，就差两样东西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，扶我起来，我赶紧回去。哎，你家在哪里啊？就这边不远的。哎呀，我也过去了，我顺路带你过去吧。好嘞，谢谢你了啊。哎呀，舒服点没有？扎头发吗？有一点晕。哎呀，他这么不小心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来来来来，扶着我的车，我带你回去吧。能上吗？能，慢点啊！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哎呦，好了，坐好些啊，前面啊，啊，没多远了，扶我了啊，啊。可以了，坐好啊啊。哎，早啊！这是个好日子啊！是啊，大好日子啊！来了，其他的你来了。来了来了。哎，你老爸他们呢？没回来、啊？嗯。这个彩礼钱直接给你了。啊？啊。这里10万了、啊。那我就收下了啊。我会对你女儿好的，一生一世的对她好。我说了哦，不要光靠那嘴巴说，要对我女儿好哦，回去不能欺负她哦，你欺负她，我要找你算账。不会的。是啊，不会的。我哥人品这么好，你就放弃把你的女儿嫁给他吧。再说了，我们家都是书香门第的。对呀、啊，到时候有我女儿有什么委屈的话，腿都给你打断去。我跟你说，应该不会了，应该不会了。那上车了不？我自己我都没舍得打。上车了不？啊，小金爸还没回来。我家老头子还没回来，说去买那个雨伞。必须要雨伞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这里有个。风俗是这样子的，要等多久？
要不我们先回去不挡了，是啊，对啊，就先回去了，良辰吉时，来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上车吧，上不得，等一会吧，上车回家，来来来，爸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来慢点，到鬼门关跑了一趟，怎么啦，老爸？怎么啦，老头子啊？好像心神都吹吹风，好像喝酒可以醒了一样感觉。我等着来一个医生。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啊，到我家喝酒先啊。你哎，小青，飞呀！今天是你结婚啊？你认识啊？对呀。哎，我走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什么啦？救了我一，救了我，你还有？我前男友。前男友啊？他没钱的，老爸。不要管他了，你不管有钱没钱到我家，我不要你付红包的，有什么吃什么吗？我们农村不农城市里面，我们下车了啊，老板走了啊，你女儿要上车了吗？上车了，对啊，新郎都来了，不是女儿，干嘛老爸？怎么啦？不能嫁这种人，怎么啦？怎么话的大伯啊？我人我都认不到。就是这辆车碰到我，你让开。对，碰到我就迷迷糊糊开他们，让他们拉把我拉在旁边的感觉。就是这辆车，对，碰你了。对，没有吧？千真万确。你误会了，没有误会的。大伯，你眼睛肯定是花了。是啊。怎么了，老头子啊？谁撞了你？就这辆车。你走开。吹开，我不知道。这辆车撞的。对，不可能，老爸。是的，我出路口打个喇叭。这是我新娘车。我摔倒了，大海向前碰到，后来迷迷糊糊，我有三个有四个人把我拉在旁边。就是天真万确。怎么那么觉得？那你看，有四个人，我们才三个人，你就说有四个人拉你，你知道吗？最小有三个。是不是你们呢？记错了，来，没有记错了。嫂子，我们上车了。真的，上车了。不能，你们那么缺德的人嫁给你们，半点良心都没有。我女儿不能嫁出这种人，不能托付终身。老婆，你有没有看错？没有看错，千真万确。哎呀，真的是你们啊！哇。不是。你老婆清醒了没有？清醒没有？错了。你看，他抬我的时候挂到我这里丝袜，哎。哎呀，站了在这里，你看见吗？丝袜的线还在这里，就是他，还真的是你啊，老牛、啊，就是他们，天真万确。但是我们一时头脑糊涂了，我们也糊涂，现在我们要同你糊涂，我们也是比较着急的，把你女儿接回去，就怕错过那个良辰吉时。但你着急啊，我女儿不着急嫁，不怕没人要，不嫁和这种人。你看的什么人？决定上车，走吧，走了，走。我老爸都说你们是这边走，走了，你还不走啊？哎呀，大哥，那个彩礼钱，这块给我们拿。哎，赶紧来，走！哎呀，真的是怎么有这种？有见识不见。你也是啊，女儿，你眼睛长哪里去了？干上这种人，难道欺负上你老爸啦？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人？行了，老头子息怒，我还以为他说对我一个人好，他嘴巴说的好好的，好这个人救了我，我这个冷在那边呢，冷不冷硬在那边，你知道不？哎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呀，小青，你结婚你就结吧，到我家吃饭。讲实在啊，老头子是他救你回来的，对呀，你谢谢你啊，小伙子，救火穷人才有良心，如果是前男友的话，看这样吧。老爸今天做主，嫁给这种人穷就穷，有良心，有责任心。你嫁哪种人啊？真的不行，没有良心的人，你嫁以后啊，他们闯什么祸你还不知道啊？开两车乱闯祸，闯一单祸，顺便赔他100-200万，那是倾家荡产，你知道吗？也是，但是人家还嫌弃我呢。而且你嫁那种人呐，年龄不行，哎呀，年轻真的不行，虽然以后有的你受的。我家穷，知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是木蛮对木蛮，主蛮对主蛮还好，
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跟我们努力就有了。对、啊、我喜欢你这种人。大伯你不用说了，你女儿我也看清她的嘴脸了。我当初一穷二白的时候，她百般的刁难，百般的嫌弃，我跟她谈了五年的恋爱，结果呢，一个有钱人开一辆辆车来接她，她马上就跟我分手，跟人家走了。你的女儿是怎么样子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她就是你不对，要不然都一样。她还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啊，你不要来找我了，你爱嫁给谁嫁给谁。我后悔了，大飞。你后悔你就后悔去吧，我走了。我真的后悔了，你就给个机会吧，给个机会重新再来。年轻不懂事，以后我好好对你。就是我家教不严，以后我只有你一个。我跟你说小青，如果说你是真心悔过的话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察，如果说还是那个样子的话，以后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，不关我的事。哎呀，真心真心，你要好好把握这种人啊。做人啊，知道了。对人最基本的原则，对一个人就是好，又对嫁一个人就一辈子对好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不能三心两意，一脚踩两船，那是不对的啊。我看在你老爸的面子上，我就先去你家吃个饭再说吧。那好吧。是啊，年轻人给给个机会的。哎呀，有错就改，锤子有错。哎，先来，先来，先来。